大家好，我是清风，这位是小王子的制作人大乔三重唱。大家好，我是大乔三重唱。我阿西托利欧，请好。要对看，对，这么浪漫。对，早餐吃了吗？吃了，宝宝汉堡，这样就可以，一日三餐问候。可以设计对门，不浪漫的，结果爆笑出来了。兄弟，要忍住。OK， 阿南坐，忍住。其实就在说，其实很多人对于自己自身的理解是从别人的眼光去建构。那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别人好像很多的镜子围绕着你，然后投射出的你自己真的是你自己吗？有时候你未必会从别人的眼光中真正看到自己，或者是未必从自己的理解中看到自己，反而是当你跟某一个人建立了一些关系，或者是你心打从心底真正在意这个人之后，其实变成一种。就像小王子这本书里面写的，变成一种驯服的关系，或者是你开始在意他之后，你才会真正知道哦，原来自己是什么样子。那小王子其实这首歌主要在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跟大乔合作的感觉，因为我等于是把我心爱的作品交付给他，然后请他帮我制作。那其实像小王子这本书里面，他也是飞行员看着小王子发生的故事，然后也看着他离去。我觉得这种关系有点像大乔，像那个飞行员，然后我把我的故事说给他听，然后他也帮我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很开心可以把自己心爱的作品，然后交给最喜欢的男歌手的一起制作出这个作品。只是拍影子哦，那阿纯拍也可以。阿纯啊，手没有你的手那么灵巧。是吗？你说说这样吗？对。那有没有有没有他下网上上网下的爱心的有拍吗？有拍到了。哇，好可爱。歌詞の内容は正直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まあ、訳詞はいただいたのかな。まあでも全然変わる可能性もあったし、まあ、あえてちょっとそこはあまり気にせず、なんかこの、メロディーとあの自分の声の雰囲気から来る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大事にしてやったらきっと彼も喜ぶ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因为我原本这个 demo 的歌词还不完整，所以我那时候 demo 里面的歌词其实是我随性唱的，然后它有些是中文，有些是没有那个意思。但是第一次大乔来的编曲的时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加和声，而且是完全是已经跟我原本唱的那些字的，因为一般做 demo 它可能是稍微示意就好，没有想到它连示意的都跟我里面的发音一模一样。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然后才大胆提出说，那如果后面是中文歌词，可以吗？这样，结果没有想到，就是结果是这么不完美。扛不起。哈哈哈哈哈。好，给青旺再一次哈，那个眼神，青旺很刺眼的。啊，糟糕！来来来，青旺这样会好一点吗？不行，没有用。哈哈哈！没关系啊，拍吧。好吧，好吧。40岁的中年男子，体力不支，拍一下就可以。眼睛睁不开，真的很亮。ま、日本好きで何度も行ってるって。まあ、前からおっしゃってたから、まあ、でもこのコロナのせいで多分しばらく来れないなとは思う。まあでもその台湾に行けたのは
をどうして日本でやるのかなって考えた時に、まあ他にいろいろ用事は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あ、僕がいるから嬉しい。ウィンミアピンキキース。对啊，范总安排的。